其實大家不知道好像演員呢要霎時間那麼緊張呢是、要靠個呼吸，那我自己一貫的慣例呢，如果我要霎時間逼到自己眼濕濕或者哭呢，我就會不斷地逼自己去即係好像哮喘一樣，跟住我會特登咁樣整到隻手好硬好硬，那我會跟自己講好驚啊好驚啊好驚，跟住其實你的腦呢霎時間咁樣咁冇氧氣呢是很容易會抽筋的，所以係啦。但我通常我為了配長氣，我都會唔理咁多抽筋。你好理想行行啊！但真的嚇死大家啊！嗰日哇，個個即刻過嚟幫我，我就話隻手掹唔翻開啊，點算啊？好驚啊，好驚啊！有份人工呼吸。